好开心啊！我哋呢个台湾足球之旅咧，去到呢一集咧，又去到尾声嘅时间啦。咁但系当然啦，我哋好荣幸啦。陈教练话要请我哋食翻餐饭，哇！我哋食得非常之开心啊！咁啊，食完佢餐饭咧，都要俾翻个机会佢呼吁一下，究竟系呼吁一啲咩嘢咧？啊，我希望那个我们台湾的那个同胞们哈，能够支持我们台湾足球，也希望那个球迷到球场为我们那个球员加油打气，谢谢。耶！好，香港朋友，我希望大家睇英超、西甲之余，都帮忙支持下台湾足球啊！唔该晒。好靓，好靓。对，希望香港及台湾的球迷可以一起来支持台湾的足球，谢谢。嗨，博朗，有很多球迷，要我去问你，就是他问你现在的女朋友是做什么的？现在女朋友是实习老师。拍梁个样唔单止错，仲好容易俾人错到。佢有女朋友，仲要知道系做紧乜嘢嘢嘅添。好啦，喺呢个环节嘅最后，拍梁要送俾大家嘅就系佢飞车离开。